子汉指的是有志气、有大丈夫气概，并且勇敢刚毅的男子。你在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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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史上最震撼的选秀节目即将引爆，《我爱男子汉》精彩抢先看，《我爱男子汉》北中南海选实录。我爱男子汉海选第一站就吸引了大批参赛者前来报名，看着参赛者紧张的表情，这些参赛者会如何展现自己呢？对，那今天现场呢有非常多帅气然后造型也非常特别的型男们来到现场，就是希望呢能成为我们新一代的偶像。那今天呢首先要谢谢我们的主办单位，就是超市，然后金星野火娱乐，然后传奇星，还有主要提供我们场地的南墙工商，先谢谢这些主办单位。海选第一站的评审包括音乐制作人包小松、时尚教主陆嘉怡、偶像推手 Andy 张世明、节目制作人王子文、教父级舞蹈老师张胜峰。参赛者表演中，评审皆为举叉代表成功入选，若有一至二位评审举叉列备选名单，有三位评审举叉立即停止表演，五位举叉即为淘汰。参赛者都拿出看家本领，歌唱组部分第一位自弹自唱的叶玉洁会有什么表现呢？我会好好过，等你再爱我，我想有或想做都有我站在这里守候。叶玉洁清新的歌声加上自弹自唱获得评审一致的认同，他会有机会入选吗？接下来外形秀气的方伟志又将带来什么歌曲来虏获评审的芳心呢？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世界去。谢谢。哦，谢谢。歌声还蛮好听的吧，小松老师，不好意思。没关系，你不要叫我包伟明就好。那个志玲同学呢，我觉得你声音很干净，虽然说可能唱歌来讲你的感情还不知道怎么去拿捏就是收与放之间，可是你有一个很好很干净的声音，这个部分就是你最有优势的地方。看来方伟志演唱的情感十足哦，能得到小松老师的赞赏，看样子入选的几率颇高的呢。下一位上场的刘延明，他的演唱功力是否也能获得评审的青睐呢？幸福比快乐更真实，爱为何这样的讽刺，我忘了这是第几次遇见你就无法坚持，孤独比拥抱更真实，爱让人失去了理智，会不会是我太自私，拒绝更寂寞的日子。刘延明演唱时独特的嗓音给人印象深刻，那么来听听评审老师会给他什么奖评吧。小松老师，你跟我有一样的疑问吗？你自己会转调，一开始你调就已经起高了，可是后来唱完高音发现是以后你又转调，对，调高会很厉害，但我跟你讲，没有在打叉，原因是你的声音是特别的，只是你这样唱比较容易伤嗓子，因为你的发声位置在喉咙，那尤其你的 key 又起那么高，更伤。好的，回家好，加油。前几位参赛者的表现都获得评审的赞同，下一位吕正宪将带来林俊杰的《不懂》这首高难度的歌曲，他能够表现好吗？雨都停了，天都亮了，我们还不懂，这爱情路究竟带我们到什么地方，只要失去人就珍惜，还是回到原地。吕
正宪诠释这首歌曲非常细腻，看起来有相当的水准哟。接下来的这位参赛者萧伯德将带来一首英文歌曲，他会唱得好吗？I'm gonna keep my feet up and stare at the fan. Turn the TV on, put my hands in my pants. Nobody's gonna tell me I can. No, I'll be lying on the couch just chilling in my snuggie. Click to end TV so they can teach me how to doggy. Cause in my castle I'm a freaking man. Oh yes, I said it cause I can.Today I don't feel like doing anything. I just wanna lay in my bed.参赛者萧伯德演唱英文歌曲，发音真是不输给外国人，也恭喜他成功入选啦。看完了歌唱组表演后，接下来参赛者将拿出舞蹈的看家本领，争取入选的机会。接下来参赛者林嘉乐属于阴柔派的男性，现在这种舞蹈方式能够符合评审的胃口吗？刚看完了比较阴柔的舞蹈，下一位酷似小猪罗志祥的参赛者张家玮的表演又会是如何呢？张家玮的舞蹈表演频频对评审放电，那对他会有什么评语呢？舞蹈部分问一下盛峰老师。还不错，看得出有基础，有练习过。张家玮的舞蹈得到盛峰老师的夸赞，下一位外形看起来袖珍的林明翰，他会带来什么样的表现呢？小小一只的林明翰跳起舞这么带劲儿，评审老师会给他什么奖评呢？问一下那个盛峰老师，刚刚他带来的舞蹈，我觉得已经不错了。以一年级来说，对，好的，那也非常谢谢你哦。林明翰的舞蹈不仅获得盛峰老师的赞赏，下一位参赛者即将卖力演出，博得入选。刚刚看完了参赛者表演唱歌舞蹈来争取入选，更有参赛者拿出少见的另类才艺。
看起来评审都被林佑富的表演 B-box 吸引住喽，那么对他又会有什么样的奖评呢？就是你的东西让我觉得就是至少那个震撼力很足够，然后我觉得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在就是观众在听这个时候其实并不是那么懂，但是我觉得那个震撼力如果先把大家都先 keep 住的话，其实那个很重要。看完了林佑富的 B-box，接下来拥有健壮体魄的白嘉伟将带来伏地挺身的另类才艺，在简单的自我介绍之后，白嘉伟带来即将让电视机前的女性朋友脸红心跳的表演。真是蛮难得一见的，我咖喱兄弟尴尬，卖个小气，卖个我只爱你，你无爱我。是一个非常逗趣，是一个非常逗趣的表演，而且连小宋老师都没有举牌耶。导演吧，我其实还蛮善良的，我没有那么残忍啊。而且我觉得你这样表现啊是非常好的。就是平常的训练在健身嘛，对，就在舞台上呈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现场。所以我觉得现在不管爆他们，我跟你讲，不要怕我。哈哈哈哈哈！别打我，别动我。看完白嘉伟的演出，下一位参赛者王兆伟本身就是个 model， 瞧他的专业 pose， 是不是让你有莅临国际精品的秀场呢？千万不要以为就只有这样哦，养眼的又来喽！王兆伟靠着另类的走秀健身才艺成功入选啦！经过众多参赛者的表演之后，台北海选的第一站总共入选了26位男子汉。接下来在台中的海选也吸引了许多参赛者，这位参赛者的打扮看起来颇有特色，他又会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哦，地心引力抓不住你，跟着音浪一起流动，就跟着音浪一起流动。李湘才的表演令现场观众为之傻眼，这样的演出到底是好还是坏呢？你要做一些准备功课，然后抓一个重点，然后好好去往那个方向去学习跟努力。因为这个歌真的，我随便叫在场的人上来唱，搞不好都可以唱很好。你知道我意思吗？高，对对对，好，请加油。接下来这位看起来外形粗犷的陈柏权，即将带来令全场叫好的表演。你有一点胡渣嘛，对不对？戴个墨镜，很帅气，很 man。我要找那个冲突感，冲突感真的冲突很大，所以我马上就要亮牌。我会觉得你怎么了？但是后来我经过这一段大概3-4分钟这样表演，一直到最后把牌放下来，我才恍然明白，也就是说你压抑太久，你终于找到自己了。这位长相、外形、斯文的参赛者李怡博将带来一首高难度的歌曲，他能成功诠释吗？我很吵，可是我很温柔，外表冷漠，内心狂热，那就是我。我很丑，可是我有音乐和啤酒。
求，一点卑微，一点懦弱，可是从不退缩。李一博的声音还真是非常有特色，也获得评审的认同，并成功入选啦。接下来有可爱外表的沈明翰，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站在教室门口的小角落，偷偷看着你可爱的笑容，你瞅瞅天上的云朵，我好想变成彩虹。只能说这歌声真是令人一头雾水，到底他的评价会如何呢？你16岁了，对不对？但是我发现你16岁唱歌的方法像12岁，就是那个演唱的方法有一点点套林带一在了，套林带舞台。讲话比较懒，对，就感觉是嘴型都没有出来。在台中海选总共录取了2位男子汉，接下来海选第三站选在高雄，高雄的参赛者纷纷秀出自己的才艺，这位参赛者竟秀出跟自己外形截然不同的台语歌曲，他会获得什么样的评价呢？然后我刚刚在台下想了，就是我到底要唱台语还是国语，因为台语就是卡了一阵嘛，然后所以我想要唱两首就是副歌，然后不会太长。对，好的，那舞台交给你咯，加油。梦中情一张梦，梦中情一张空，得不到伊爱上美的人。朱律学紧接着带来一首完全不同风格的国语歌曲。从小东路走九遍，穿过陌生人潮，搜寻你的脸，有人走得匆忙，有人爱到甜美，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谢谢评审给他的评语会是什么呢？现在的朋友去 KTV 唱歌，你都唱台语歌吗？对，我是唱台语啊。真的假的？哦，我朋友说这些偶像啊。好可爱的男生。偶像就不能唱台语，台语杀出你的偶像一条路啊！对啊，而且因为他的外表其实看起来就干干净净，而且还蛮帅的。对，你的外表不是唱台语歌的人，就是你的脸不是，你知道吗？还是你觉得你就是想要当台语歌手？没有，我朋友都说，就叫我不要唱台语，一定不会中的。真的？他说偶像啊。你朋友有没有来？没有，我刚打电话一直问他说真的吗？真的不要唱。你有告诉他你是唱台语的同学？加油了，谢谢你，谢谢。紧接着下一位参赛者带来自编的现代舞，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舞蹈看起来非常有磅礴的气势，评审能感受它的意境吗？他说的是你的爆发力还蛮好，那但是就是我觉得你想表达那个你的应该说你的情绪要跟你的表情结合在一起，我只看到你在憋嘴。哎，好，所以就是你要把你的那个心境，然后整个放在这个舞蹈里面，让大家可以感受得到。是哦，不是只有，就是两个是分开来的，好有这种感觉。高雄海选总共入选了5位男子汉。你在哪里？我在找你。在3场海选后 ，Andy 哥跟大牙更走上台中街头，去寻找他们心目中的男子汉。此时，立刻有2位型男朝他们走过来喽。干嘛？他可以，他可以。哦，真的吗？对啊，你比较大方啦，就随便副歌，你最在 KTV 最对对对对最常唱的。What's your waiting for？加我的身手，可以吗你？胆怯战斗，手指几把烫，再指几再烫 ，more more more， cool， 就是他啦。more more more， 好诶，热。
道，我终于在台中看到了有希望了，对，很开心啦，就是至少男生就真的要有这种勇气，就是不要害怕啦，对不对？好，那个希望有机会可以跟你一起加油，好不好？ Okay, 台北见了，很高兴认识你。在告别了两位型男后 ，Andy 哥跟大牙继续在路上寻找型男。此时进，哇，有一个，我吓到了，有一个明星脸，来来，嗨，嗨嗨嗨，你是台中人吗？花莲人，花莲人，那你来台中干嘛？读书。问一下他几岁？你几岁？17。十七岁，因为他五官长得很深邃，所以感觉看起来是比较有，就是年纪比较大一点，但其实好年轻哦。其实呢，基本上就是，你知道他是谁吧？大爷。那我是谁？Andy哥。谢谢谢谢。然后呢，因为我们要开一个男生的节目，对，然后选型男，然后呢，其实这个节目呢，就是顾名思义就要找到很多优质的男生，对。然后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一起来参加？有机会的话，这位型男希望在最终海选看到你啦。与这位型男道别后，在路上也陆续找到了几位符合条件的型男，看来台中真是型男聚集的好地方。休息一下啊、哦，休息一下哦。我的妈嘞！为什么一个人默默坐在这里啊？你是跟这个搭讪方式？我不是要搭讪，我不要，那没关系，你坐，你坐，你坐。你几岁啊？18岁。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哥。好，你好，你好，你好。哇，他是谁？大牙。啊。很开心，只是那个带大牙进来想喝喝凉，因为你知道大牙又在这个觉得太累了，因为太热，台中的天气实在太好。但不巧的是，一进门就看到我想要的。这叫缘分啊！真的，真的，真的。那有没有人说过你很像王子？王子。有一点，来，等一下你借我一下，你不要动，应该是这里，这样，你看我这里，视线看我这里，你看这边是不是很像王子？眼神放松，是不是很像？就是你同学比较健康，皮肤比较健康，对。还好，所以你在学校不算是帅哥。哎、欸，你要知道在还好，在路上要被 Andy 哥能够就是正眼看他超过十秒钟，不要十秒，十秒钟的人真的不多。这位害羞的腼腆小帅哥似乎不好意思说出自己的优点，我们直接来问问旁边的同学。有很多人说他长得像谁？我觉得很多女生像炎亚纶。啊，有一点眼睛啦，就是眼睛的眼神，真的像，真的。那你刚才跟我说没有，你骗我。对啊。对啊。那所以他没有对演艺圈没有兴趣吗？他想红。没有。但是他又不好意思。这个是我刚刚说的，嘴巴说不要，心里想要的样子。我就知道。好巧，你会哇，这太好啦！太酷了！你现在就给我秀一段。好，好，一点点，快一点点，好，一点点就好，好不好？来，这样。在台中意外寻找到这位酷似炎亚纶的型男，也欢迎他来参加我们的选秀啦！我爱男子汉在台北的最终海选，本次评审阵容包含了舞蹈新天王大军老师、实力派歌手蓝又时、偶像推手 Andy 张世明、情歌王子李圣杰。四位评审皆为主咖，代表入选。若有一位评审举叉为备选名单，若有两位评审举叉停止表演，但有一次加分表演机会，三位举叉即为淘汰。海选最终场邀请到大牙及 Apple 担任主持。这个艺人区他们很厉害，他们今天以学长的身份是对来这边，大家一点加油，一点鼓励，对，给大家一些加油打气，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待会拿出最好的表现哦。让我们掌声欢迎 JPM。跟着感觉。
完了 JPM 的现场表演后 ，JPM 又将如何分享以往的经验给接下来上场的参赛者呢？现在已经算是一位艺人，一位成功的艺人，就给现在在台下呢，对将来抱有一颗希望的所有参赛者一些鼓励。我觉得今天大家今天来，我觉得已经算是成功的第一步。对，因为他们已经有跨出这个勇气了。因为其实我跟王子之前是根本不敢来参加甄选。是吗？而且你是最不敢的，因为是哥哥来，所以后来你才来。那时候就逛街逛一逛，然后同事就买鸭掌。啊，那时候呢，你歌词什么都没准备，那就随便唱一首。反正周杰伦歌那么红，你就唱一下，就现在唱到忘词。对。那你有这些都是过程。你有很害怕吗？当时？当时很害怕。当时很害怕。因为那时候根本没什么准备。但是我觉得，既然上台了，就要既然进来了，就要努力去表演。听完了 JPM 的意见之后，准备齐全的陈姐将带来精彩的魔术表演，拭目以待吧。所带来的魔术表演，不知道评审会给予他什么样的奖评。他的那个表情，还有他的手势动作，跟着魔术，还有他今天很细心的准备的道具，还有他今天的造型，我也觉得还蛮符合一个就是时尚魔术师的感觉。所以我觉得都有细心准备，这个就是一个好的表演的，就是让会吸引评审的注意的。是，还不错。纯洁的表演获得 Andy 哥的夸赞，接下来沈佑凯敢在原唱者 ZPM 面前表演月球漫步。歌的编舞老师大军老师也在现场，他会给什么样的评价呢？因为他的表演不像前面参赛者是自己设计的，是有一个固定的范本在那边，只要学起来就好。但是这样的东西你还是没有做到精准跟拍子一样。接下来的参赛者何梦远将带来大家心目中的动感偶像 Rain 的舞蹈，他能够诠释 Rain 的魅力吗？跳动的东西，然后他的造型，甚至他的墨镜，就所有的装备都已经齐全了，所以我觉得他表现不错。接下来的参赛者还自备舞裙，让人强烈感受争取入选的决心呢。参赛者王圣杰自备舞裙，让人感受到他的用心及企图心。接着，另一组自备舞裙的参赛者杨宗军表现也是可圈可点，他们会成功入选吗？除了有参赛者用心的自备舞裙外，接下来这位参赛者陈柏宇更是用国语歌曲融合肢体表演，跳出另类舞蹈。我的小鬼，小鬼，抖抖你的眉眼，让你喜欢这世界。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
陈柏宇创新的舞蹈风格，评审老师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后半段的部分，你的情绪跟力道是由你平常水准的，可是你前面选一个比较特别的表演方式，但是我觉得你在驾驭那首歌跟进去那首歌的情绪还不够，要可以软就可以更软，然后柔的时候可以更柔。虽然你用旷的方式去诠释那首歌是很特别的，但是因为这个方法很特别，所以我没有按差，但是我觉得你可以进去更多一点。好的，那也非常恭喜。除了有用心准备的参赛者外，也有其他参赛者的勇气令人佩服。张顺阳即将带来的舞蹈也吸引在场所有人的眼光。张顺阳的表演后，下一位陈冠安竟然带来另类的加分题。用你唱一首歌，让每一切感，这一首歌像我许过许着多么适合，就算没有参赛者王浩志更是不计形象的带来模仿 Lady Gaga 的表演。看完这样夸张的模仿后，评审们又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居然我真的有点觉得头有点开始痛了，我就感觉这是什么呢？对，因为我觉得他表情蛮狰狞的。接着表演的赵薇和 Over 的演唱更令全场笑翻。就像我不容许我气馁，我真的以为。让全场笑翻，下一位郑怡峰更带来别出心裁的舞蹈哦。对于郑怡峰自编的男子汉舞蹈，评审会有什么样的评语呢？其实他还蛮聪明的，因为其实如果你只是穿着很平常衣服做这些动作，就真的很普通。因为你本身的，就算看不到脸，还是感觉到你的喜感，所以这是你的特质，你有把你的特质发挥出来，大家都感觉到了，所以我想大家应该对你的表演没有什么意见。海选最终回，总计入选了17位男子汉。海选最终入选了50位男子汉，这50位男子汉即将在未来3个月内接受最严格的训练。我们将打造一支超强的偶像团体，因此找了大军老师教导他们跳舞，
以及建明老师指导唱歌技巧，他们将挑战许多艰难关卡，究竟是谁会脱颖而出？接下来就让观众先来看看男子汉们的精彩表演吧。我觉得你们要去思考每一首歌的灵魂是什么。那大嘴巴这团体一直就是年轻跟活力，不能说可爱，但是就是会给你一种青春的感觉。那你要用这种歌去跟潇洒小姐拼帅气是不可能的，所以你们应该是把这首歌的灵魂做出来。这是林大钧跟陈大木的 PK 吗？哇塞！我正想讲，我正想讲这个东西。对，干嘛挑拨离间？没事没事，你哥好会道。这组很喜欢的，等一下掌声鼓励一下吧。基本上我觉得有趋近于职业级的表演，只有几个小点的瑕疵。截至目前为止，他们算是唱歌最稳定的。特别像第三位那个同学，你是博德吗？是是，我觉得博德的可以跟他加分一下，特别有一句他突然拔高，然后一个很大的一个滑音，那个转上去其实很顺畅，那个难度其实非常非常高，而且在没有 monitor 的情况之下，没有错。对，然后四个人的和声，我觉得算是截至目前为止合得最好的。对，你我觉得你的声音有点往后唱了，原本你可以往前冲，那个更只要我觉得你试着可以拉麦一下，因为你如果拉麦，你就会觉得你可以再唱更大声。示范一个，示范一个，说是那个往后唱就是。往后唱，往前唱，啊，是往前唱，可是你要拉麦，啊，会有个 power 的感觉。对，往后唱就，啊，我懂，我懂，还是会收收的。所以就往后唱就，是，啊，小歌是，小歌是，也不是这么的哦。往前唱就戴爱玲式的，往前唱就是阿信嘛，死了，啊，对，就是，其实这是这样讲没错。如果真的要比较起来，爆裂型。I'll be back. 넌 다시 널 찾을 거야. 好像他长得很像。그때다시내가올거야 Yeah.看呐，啊，他做那个 Running Man 的时候，因为他屁股超翘的，你自己走来关注人家屁股，收一下，收一下，你自己收了，收了一下，收了一下 ，5, 6, 7, 8, 9, 10, 超翘的屁股又很高，超翘，他屁股超翘，而且跳起来超可爱的。小猪在耍霸气的时候，他的下巴会收紧，然后呢就会讲话的时候很用力，我罗志祥。扎扎实实，哇，有哎，这个有，这个有，哎，现在有点变李小龙了。我觉得我喝醉的时候蛮有男子气概，对，应该说令我身边的人很有男子气概。怎么说？因为呢，之前呢，小杰生日有办一个 party，
然后他喝醉了，完全喝挂。我把他扛回家，而且是用公主抱。而且你要知道，喝醉人超重的，很重，然后就倒在你全身放松。对，然后我是整个把他扛回家。你这么瘦，你有办法扛？我可以扛，我可以扛。示范，示范，示范。好，你要演醉的感觉，醉的感觉。好醉哦，小朋友不要学哦。哇，好 man 哦，可以哦，可以哦。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休蛋姐。我知道为什么那天我会吐了，因为他抱我一直这样转圈，难怪我会吐。哎，猫弟，我最之前最 man 是因为我们拍 MV， 那时候导演借来一个黄金巨蟒，我是第一个，人家说，你把黄金巨蟒背在身上，我是第一个直接这样背，然后他那个头一直在我这边一直窜，一直窜，然后他那个一直在那边吐舌，然后我现场我是吓傻。那边味道比较重一点啊，对，对，他比较想往那边钻。我爱男子汉也会邀请当红偶像艺人，他们跟男子汉会有什么互动呢？好，好好恐怖哦！哇，你好热哦！什么东西？小心扶一下。哇塞！我天哪！天哪！这一直发出天哪是怎样？如果观众现在没有在看那个视讯的话，就觉得你在干嘛？不是啊，我会害怕。就是说那个请问一下那个你最近一次那个听到那个我爱你这三个字啊是什么时候？最近大概几个晚上？昨天晚上。欧巴你要讲。不是啊，他常看韩剧啊，他是叫他欧巴。欧巴早说嘛，三来黑哦。好，马奇哦，好漂亮啊。谢谢你，真的是为什么离开我之后就变得漂亮？以前太小了啦。以前真的很小，我们很，我那时候也十几岁，他也十几岁。十几岁？哪有十几岁啊？我那时候十几岁。你二十了啦？哪有二十？有二十吗？你大我几岁？五岁吗？哪有那么多？差不多吧。那好，不要透露太多了。反正就是记得当时年纪小。就是你可能就是有点蹲，然后这样。欧雅，欧雅。然后眼神就没有。欧雅，欧雅，哎呦，欧雅。欧耶，转过来，转，看着我，看着我，看着我。欧耶，他不能输啊，不能输，不能输，不能输，快点，快点，快点，不能输啊！狗，眼神，分翻白脸，小珍。是我讲的，真的。对，小鸡哥唱歌的时候很喜欢左右摇摆，然后就会，而且眼神要先这样看着镜头，是这样。这是孔哥吧？哦，马上要变单眼皮，单眼皮。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唱歌有这样吗？有嘞，你没有，你完全就是用大张伟的一个模仿的脸，还蛮像的，是不是？小鸡刷刷那你和他如果能让人羡慕，答应我绝对要幸福，请比我爱他，在他离开吧，给他无忧的天空飞翔。到底想怎样嘛？你心里根本没有我，你心里还有他。你说嘛，是不是一定是你妈逼的？我告诉你，是不是一定是？我要跟你分手，不是我妈逼的。那一定是，那难道是他妈逼的吗？这么精彩的内容，你怎么能错过呢？史上最大的选秀综艺节目。敬请锁定超级电视台及东森综合台，我爱男子汉即将开征。